为什么我不介绍自己呢？可能是出于某种高富帅心理，或者是英雄风度。虽然身边美女如云，但还是失策。我应该向她介绍自己的。你会做饭吗？会的，我一定会为老公做好吃的。你会暖床吗？会的，我一定会温暖老公的。那你有准备好嫁妆什么的吗？虽然之前准备了，但是突然良心的驱使又捐了些出去。不过我一定会再存好钱做好准备的，您看呢？我得考虑考虑。考虑你大爷，我想一拳揍死你。请考虑考虑，如果你接受我，我会好好服侍你的。好了，你这样，你先把账结了，我回去再斟酌斟酌，过几天给你答复啊。走了。好，一泽大人，这顿饭请从我的工钱里面扣吧。哎呀呀，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花花小姐，我赵信第一个不答应。你到底看上了他哪点？和我比呢？你比较二。我赵信有钱有势，现在正值事业的上升期，人长得也比较帅，看我这辫子多有型，请考虑考虑我吧，花花小姐。像你们这样的人，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，不行不行不行啦！人家只是想要找一个平凡的人家，做一个平凡的妻子而已，在家里面洗洗衣服啦，种种南瓜什么的。南瓜有什么好种的？我赵信愿意骑着骏马，载着你到瓦洛兰的任何地方。我是来看帅哥一泽的。这可是拉克斯小姐，德玛西亚第一俏女郎，盖伦的妹妹。我们可是门当户对啊。闪开，我是来看伊泽瑞尔的。好吧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看我，请看我，拉克斯小姐，多么英俊的脸庞，多么可靠的肩膀，多么合适的身份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跟我交往吧。唉，无药可救了。你跟我哥是一个级别的笨蛋，哼，算了吧。曙光女郎拉克斯啊，也有叫光辉女神拉克斯的，帝都白富美，很多人日女光女傻傻分不清楚。不过这位姐姐的哥哥是盖伦呢，有木有？盖伦怎么办？难道我注定要屌丝一辈子吗？别急，我妹很纯洁，你先和她普普通通的交流啊。一定要有一嘴笨蛋蹲在草丛里偷袭我。嘿啊，拉克斯小姐，早啊！这么巧，我可以和你一起散步吗？哼，你看到对方第三个塔了吗？嗯，看见了，高地塔。如果你是来找我谈恋爱的，请你最快的速度送到那儿去。我今天不想再见到你。哦。赵信就是赵信，陷阵之志，有死不生的啊！想想办法哟。不愧是我妹，普通的笨蛋是接近不了的。那当如何？要不干脆二逼点，男不坏，女不二啊！好主意。拉克斯小美妞，想当信爷我的马子吗？盖伦大哥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其实我妹妹很喜欢看书的，是个优秀的少女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文艺一点。哎，对，文艺一点。窗前明月光，隔帮菊花香。
我已经尽力了，我已经无计可施了。我妹就这么难跑？我就偏不信。我来。